见过圣骑士长。嗯，报，圣骑士长大人，御龙关外魔神已退兵。这都要多亏你们，击退了攻入御龙关内的两大魔神，破了魔族从内部攻破御龙关的计划，他们这才会退兵。你们三人是御龙关此役当之无愧的大英雄。 一年的幻动试炼，你们不仅每个人的等阶都有了提升，还学会了众多传奇秘技，完美达成了目标。现在，普通的魔神已不是你们的对手。师祖，有一事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比起昔日在驱魔关对战的七十柱魔神希尔，魔神似乎变弱了。有没有可能？ 是我们现在变强了，毕竟不仅是灵力，等阶还有技能，都已不可同日而语。不，我真的有种感觉，在我们闭关的这一年，魔神在逐渐变弱。 陛下急召我们来此，所谓何事？阿加雷斯。 我族魔神的损耗如何？自圣战开启这一年来，我族共折损23位魔神，加上先前折损，我族还余45位魔神。这个损耗速度，在整个魔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你们看这个。 怎么会这样？蛇魔神柱的毁坏，对整个魔族的影响比我想的还要大。魔族的力量正在逐渐衰落，最先受到影响的，便是魔神柱与魔神。目前这种影响对排名靠前的魔神还不明显，但再照这样下去，此消彼长，恐怕我族真会被人类逼入绝境。必须尽早解决奥斯汀格里芬，用他的力量。 重塑蛇魔神柱，填补空缺，重振魔神之位。时间过得真快呀，感觉我们好像上周才刚进幻动试炼营，马上就要分别了，还有点舍不得。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要去万寿关找婴儿吗？不了，等我再变得强大些吧。如今人魔这局势，现在的我还是没办法保护好他。我这次是接到了队友们的传信，我们团与段一团队一起接到了联盟颁布的特殊任务，我要比你们早一步和队友会合了。太要恭喜你了，不过我俩也只差完成最后一个考验，就能出发接回队友们了。 那我就也先恭喜你们团队重组了，希望你们一切顺利。嗯，好。嗯，还有件事，我想拜托你们。怎么这么磨叽？快说。你们见到婴儿后，替我将这个带给他。这个，你最好自己送给他，他肯定也更想收到你亲手送的。 这可不一定，他一直还生我气呢。那送给我得了。哎，还我！好兄弟，我们来日战场再见。战场再见。 我们也去完成重组的最后考验。小雨正在准备密银基座考核，而你的考核就在这里。虽然精金基座对骑士增幅仅。
前面就是妈妈住的地方，也是你以后的家了。这里竟和小时候一模一样。晨晨快进来，别冻着了。妈，玉龙关这么冷，你的身体还好吗？我很好，别担心，大家都很照顾我。是不是很惊讶？家里的一切都没变。不过静观这么久了，怎么都没见到爸。晨晨，听说你交了个女朋友是吗？来，快过来，给妈妈讲讲。走，告诉妈妈，她叫什么名字啊？晨晨。她叫彩儿，也是当初送我戒指的女孩。勿忘我，是个女孩子吧？哦，你可要好好保管哦。看来你没有忘记承诺，好好珍惜人家，也要记得早点带来给妈妈见见哦。你也一定会喜欢彩儿的。好孩子，这一路辛苦了。妈妈可是听说了你不少的英雄事迹呢。爷爷，你找我来是想问你爸的事吗？从进玉龙关到现在，所有人都对爸避而不谈。当初爸与我约定七天后便能来找他，他也没理由会躲我。爸他失踪了。什么？爸为什么会失踪？他去了哪里？他将你妈送到了玉龙关后，约战了战狂魔神阿难。第七种魔神阿难？爸为什么会突然去找他？因为阿难发现了你爸在奥丁镇，而你爸与他有一战之约。他们约定，在彼此战胜对方前，都不会轻易卷入战争。但这么多年来，他们约战数次，却从未分出胜负。最后一次见到你爸是一年前，他说他预感到他们的战斗即将迎来结局，可直到现在他都了无音讯。难道爸他想什么呢？你爸可是神印骑士，没那么容易死。跟我来。这就是你爸还活着的证明。这些都是神印王座，爸爸的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杨爷爷的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以及爷爷的秩序与法则之神印王座。不错，这是骑士殿的王座之地，以节气的王座都会显现在这里。但如若节气之人身亡，或主动取消契约，这里的王座便会消失，等待再次被唤醒。原来如此，难怪你如此笃定爸还活着。别担心，明天我就去魔族找他。你小子总得相信爷爷吧。对了，上次碰到老杨，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说是你爸留给你的。这可能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能给他最后的东西了。这里面储存了一道你爸的王座气息，有他在，关键时刻你就能使用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的力量。把他竟将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啊，
这里是恰与杨爷爷梦作后梦到的地方。继续前进吧，此刻还不是终点。看来老杨说的没错，你小子竟真能得到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召唤。但当我想要靠近王座时，却被他排斥出来了。别心急，王座认主没那么简单，你需要达到九阶，开启王座考核，通过考核后才能使王座认主。加速成长吧，当前圣战局势可不乐观，多一位神印骑士，联盟的胜算就能多一分。魔族对我们加强攻势了。恰恰相反，六大关隘外虽然驻扎了神皇军团，但他们并没有大规模攻击，但魔族境地内他们却派人重重追捕，猎杀所有猎魔团。他们是想通过限制猎魔团的行动来变相削弱我们的实力。猎魔塔已暂停了任务接取，将所有联盟内的猎魔团分到了六大关隘，若不是魔族后方有魔神之羽与傲视九天两大称号级猎魔团牵制日月星三柱，但凡日月星有任何行动，人类也许就离灭亡不远了。我们定会全力以赴，早日为联盟分忧。快去休息吧，从明天起你们就得进幻洞苦修一年了。幻洞。第二天，爷爷安排韩宇与我前往幻洞。他说幻洞是骑士殿最为宝贵的修炼地，里面不仅灵力充裕，还储存了无数大能与神印骑士的秘籍，是最适合我们突破的地方。我们却都没想到，此行竟会多一名同行人。好了，人齐了，你们三人赶紧进去吧。三个人？杨兄，你怎么在这里？原来如此，杨爷爷也让你在一年内从六阶突破到七阶。嗯，是的。对了，那个什么，那个你们最近都还好吗？怎么以前没见你这么关心我们？你想干嘛？就是这么久没见了，我就关心关心。我们都挺好的。别担心，婴儿也很好。啊，是吗？婴儿平时提起我多吗？嗯，挺多的。是骂你挺多的。啊？韩宇开玩笑的。这里的灵气也太充裕了，起码是外面的十倍不止。在这里修炼，也许我们真的有机会完成突破。但为什么没看到秘籍？吾乃幻洞创立者，骑士殿第一人殿主萧霍，尔等唯有通过试炼方可习得秘籍。晚辈卢浩辰参见萧霍殿主，请殿主为我们开启试炼。尽如幻之境，请无限试炼，斩王座英灵，无上秘籍。是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的画楷，我们要挑战的就是他。能挑战王座画楷的机会可不多，我们可赚大了。来吧，我们上，准备战斗。
应该吧。秘技万星流火，试炼开启。这才是真正的试炼吗？这个技能的威力好强，居然如此轻易就将我们三人击飞。若是我们能学会，在战场上又能多杀几个魔族。又来一个秘技试炼。秘技无间继父，试炼开启。这么多擂台，竟然全是秘技！看来我们此行一定会大有收获。如果能掌握这些秘技，一年后，我们一定能重组猎魔团。燕儿，灵魂圣女的试炼对现在的你来说太过危险，你确定要进入吗？奶奶，我不能再等了。没等，这一年我必须快速变强，不能再成为团队的拖油瓶了。店主，这就是咱们店队伍的安排。怎么，这可是我专门从战士店借调来的精英，你要还是想上战场，就得先打败他们。哦，还有这种好事，来吧。以你现在的实力，独自上战场还是太危险了。我带你去见一位刚调过来的七阶守护骑士，他以后会配合你作战。圆圆，好久不见。放歌。这杯酒的滋味，也只有你这样的美人才能调出这样清纯绵长又不失清丽的酒。大人。嗯。请教我攻击魔法。这一次，我不会再逃了。林姐，你确定？寻回秘境里十分凶险，进去后多加小心。嗯，撑不住了就回来。曾祖那儿还有好多可以教你的东西，咱们不一定要走这条路。彩儿，妈，你一定要进去。嗯，其他队友都在努力，我也不能落后。而且，我还要再与他相见。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到更多的秘籍。一年后，我们一定会再见。在不久之后，龙皓臣一定会死在陛下的手中。禀侠者大人，由于四大魔神已死，驱魔关外的魔族神皇第九军团已撤至御魔山脉外百里处，停止进攻。老龙，你这趟来倒是给我送了一份大礼。顺手而已，主要是接我孙子。什么？团长的灵鹰骑士神鹰骑士？
那还是孙子看起来最顺眼呢。你这曾孙女儿也不错，配我家这小子正好。嘿嘿，什么叫正好？我们家彩儿可是……怎么回事？彩儿，你不认得曾祖了？抱歉，曾祖。是我没保护好彩儿。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彩儿现在只记得自己要参加巡回试炼，其他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没想到你们这一路发生了这么多事，彩儿竟会提前开启神眷觉醒。如果仅是重伤一个皇太子，魔神皇也不至于发动这么大规模的圣战，甚至喊出龙皓臣不死圣战不休的口号。你们这一路到底还发生了什么？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们破坏了蛇魔神柱。什么？什么？你们破坏了蛇魔神柱？怎么可能？6000年了，全联盟根本无一人能破坏魔神柱。除非你小子身上有什么能对付魔神柱的特殊能力。爷爷，曾祖，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对联盟来说非常重要。从现在起，这里除了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听到你的话。爷爷，您说对了，不过有特殊能力的不是我，而是我的魔兽伙伴皓月。皓月似乎是魔族的天敌，拥有能摧毁魔神柱的神奇力量，魔神皇恐怕也是得知了此事才发动圣战。而皓月由于我拥有血气，因此将联盟置身水深火热中并非我所愿，恳请联盟能给我和皓月一个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能变得足够强，未来也许我们真的能摧毁所有魔神柱，将魔族彻底赶出圣魔大陆。我起来，有你爷爷我在，没人敢欺负你。就是，而且你那魔兽伙伴万一真是魔族天敌，那你们以后就是我们对付魔族的底牌。你竟然这么对付这小家伙。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把你们交出去。别担心，只要你人在联盟就是安全的，就算心魔神开启大预言术发现你还活着，加大圣战攻势，我们也不怕的。的确有那股恐怖的力量在，到时候也能争个鱼死网破，所以放心吧，孩子们，你们可不要小瞧联盟6000年的底蕴。好耶！谢谢爷爷，谢谢曾祖。丹，你们必须回到各自殿进修，解散猎魔团。什么？你们现在走到哪里都是魔族的眼中钉肉中刺，还不如……不行，我不接受，我要去找奶奶帮忙。那我也去找爷爷。我也去问问我爷爷。都闭嘴。你们一个个的还真不知天高地厚。那天后我们各自寻求帮助未果。韩宇，你回来了。回来了。进入了短暂的休息期，没有残酷的人魔之战，没有艰险的猎魔塔任务，也仿佛从来没有过团队解散一事，只是单纯的享受这段完全属于我们的假期。
还有很远吗？快了，还有120步就到了。120步。圣城在狱时你失去了视觉，送你回家的时候你却能轻松地说出回城的部署。你住在什么地方？向前76掌，右转38掌。那时我就想，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此后我也有了用脚步丈量距离的习惯。永浩辰，以前的我是什么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眼里的彩儿，但我眼中的彩儿坚韧勇敢，是任何苦难都摧毁不了的小草。即便身处黑暗，但仍旧会向往光明，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永浩辰，你当时是不是很难过？在我父母得知我不再记得他们时，他们都很难过。我想那些记忆应该对他们很重要。所以我想到了你，想那时候最难过的人其实是你吧。我是很难过，但不是因为你失去了那些记忆。我只是在难过自己没有保护好你，让你的记忆回到了曾经最痛苦的时光里。但彩儿，过去的记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彩儿，我们也可以从现在重新开始。大厨了，不够的话等下我再做一点。这些都是团长做的？天哪，团长居然会做饭，还这么好吃。小时候帮妈妈做饭学了一点，大家喜欢就好。哇，这不得敬我们的大厨一杯。团长辛苦了，来来来，干杯。莹儿，快，就差你。明天是不是就要走了？我真的不想和你们分开。一起走走吧，我有话想跟你们说。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上战场的地方，当时我还只是五阶，却已经敢深入敌军。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我的背后有你们，我不是一个人。一直以来都想对你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包容与理解，谢谢你们对我的无条件信任，谢谢你们为我制造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虽然我真的不想与你们分离，但现在的我的确是魔族针对的目标，与我同行只会将你们置身危险之中。为了未来能更好的再见，希望大家能再相信我一次，与我定下一年之约，一年后我一定接大家归队。我等你，也会努力变得更强。不过短短一年，一晃就过去了。快，都拿好，这可是小姨全部家当了，你们这段时间可都别受伤啊。等着吧，小姨我已经计划好了，等我回嘉陵关后就开始学习攻击魔法，下次见面我要惊艳你们所有人。对，下次见面
我们都会更强。对不起，我一直没有告诉大家，我的先天内灵力其实是92点。92？你也是先天者？但在七阶前，我的能力都十分不稳，只有达到七阶，我才能稳定召唤圣灵之门，并直接开启神卷觉醒。所以奶奶叮嘱我，一定要在弱小时守住这个秘密。不用道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下次再见时，我一定要达到七阶，不给你们拖后腿。别难过了，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这可是我和圆圆姐亲手收的，不准说他们不好看。然后要平平安安的，麦德。别难过，我们会一直在同一片星空下。率级64号猎魔团全员听令。是。在断开灵魂锁链后，我们将短暂的分离，所以答应我保护好自己。这是解散前身为团长的我最后下达的一道命令。是。率级64号猎魔团继续前进。我们的故事像永恒的烟火，一年后我会变得更强的，团长，副团长，再见。团长，我们也走吧。抓紧时间，我们即刻出发前往玉龙关。一年后见，永浩辰。过去的记忆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我，我想知道我们曾经历的一切，因为我已经喜欢上你了。你们的一年重组计划联盟已经通过，但你和彩儿必须在一年内达到8阶，其他成员达到7阶，联盟才允许你们重组。团长和副团长要达到8阶，可联盟史上从未有人能一年突破8阶，联盟这不是为难我们吗？听从联盟安排，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放心，联盟也会给你们加大训练强度，帮助你们尽快突破。这就是六大关隘中最为强大的玉龙关吗？今天你们先好好休息，等明天。晨晨。